小本有40万计，40品。这个小本说，小本就是目录提要啊。这个行，这个阎浮提众生可以能够诵习，可以读诵啊，可以学习。他把他带到人间来了。这个华严是龙树菩萨传的。于是以后就有人说，大乘非佛说是这些菩萨们自己造的。不是佛说的。有这么一个疑问。那么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学呢？我们完全相信，决定不是假的。望尽还原观里头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不怀疑。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华严经》只有1/2，因为经太大，分量太多。古时候原本的经典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那个树叶就有一点像我们中国芭蕉香蕉树一样，树叶很大，把它裁成一块一块，像纸一样，两边打个洞，用绳子穿起来，分量很笨重，那么这个贝叶经，诸位到故宫博物院有收藏，你们可以去看到。所以很容易散失，传到中国来是个残缺不完整的本子，这是全经的1/2。所以我们中国人称这个华严经叫略本，印度的原本是小本，我们这是略本，虽然不完整，华严经的义理已经显示出来了，非常难得的，现在的原文已经找不到了，失传了。华严最完整的，那现在就是中国汉文译本保存中。那么我们听说，40华严。就是幕后的这一篇普贤菩萨行愿品，好像梵文本还有。这是从前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我们了解这一段的历史，才知道这个法门非常稀有难逢啊。你看遇到了又在怀疑，这大概不是佛说的，龙树菩萨造的，那么就当面错过了，这什么，这善根福德不具足所以多难啊。善财童子参学到最后第53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以10大愿望引导他到极乐世界，证得
究竟圆满的佛果，一生成佛，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了。根本智怎么得来的？根本智从放下得来的，这诸位要知道。厚德智是从哪里得来的？厚德智是从看破得来的。这张家大师早年传给我的。我们要会用啊。那这放下怎么个方法？我也搞了几十年了，还是放不下了。这么多年来到晚年了，还好还有这么长的寿命，还来得及。明白了。怎么放下了？抓住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统统不要了。所以这十住，菩萨十种住啊，我现在有了住了。住在哪里？就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跟十种住啊毫无逊色。我学习58年了，搞清楚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什么地方，心里面这一句佛号不断。我们不用别的功，就用这个功。这一句阿弥陀佛，一生接着一生。忘掉没有关系，赶快把它找回来。念兹在兹，决定有成就啊！决定入一切智性啊！入一切智性是果满。这个广义上来讲的是超越十法界，就是果满了。那狭义来讲的时候呢，那就是究竟佛果，比等觉还要高一级。下面觉一切法，觉一切法故，知一切根故，这是其用。用都是为众生，没有为自己的。如果用里头还有为自己，没有悟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起作用里头还有自己是凡夫。为什么？六道里面才会有自己。十法界就没有了。证阿罗汉需要什么条件？破我执，决定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这才能证阿罗汉啊！也就是《金刚经》上前半部所说的无我相、
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破了，四见没破。啊，《金刚经》后半部是四见，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啊、寿者见，那是四见。啊，四见是什么？四见是四相的习气。四相真破了，才证阿罗汉果。啊，所以我执破了。啊，四见是属于法执了。法执破了之后，四见就没有了。它超越十法界。啊，所以这四圣，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我们晓得，哎，他是烦恼障破了，我执破了，法执犹存，啊，法执要破了，他就明心见性，他就超越十法界。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啊，你就晓得，只要有我，你在六道里面，你没有能超越六道。啊，那么在这个状况里面，我们要想了生死出三界，除了念佛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无量法门，只有念佛法门讲待业往生。啊，你可以待业，离开六道，离开十法界。到极乐世界去，只有这么一说，其他的没有。其他怎么呢？通通要断烦恼。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例外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你要不把这个搞清楚啊，会误事啊！你认为还有别的方法？啊，你把这个方法舍弃了，那你就不能成就。任何方法都需要断烦恼，就断惑真正，没有带惑的。啊，唯独净宗是带惑，啊，带着烦恼去。啊，但是这个带惑的时候，它也有条件。这个条件经论上讲的很多，三自量啊，欧耶大师尤其重视。你看他在弥陀经要解，续分用心运行，正宗分心运行，流通分还是心运行，这是很多法师讲弥陀经啊，没有他这样讲过的啊，三分都不离心运行。有道理啊，啊，信真心的，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死心塌地啊，啊，就这么一个愿望，啊，用现在的话说，我移民到极乐世界，我亲近阿弥陀佛，就这么一个念头，啊，这就本愿了，啊，行呢，这一句佛号。抓得紧紧的，绝不放松。为什么呢？一放松，杂念就进来了，心就不清净。啊，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我们不知道这个法是假的。
所以放不下，原因在此地。这个是从前张家大师教我，必得先看破，然后你自然放下了。看破了，万法皆空。早年我读《大般若经》，我结论了16个字。这一600卷《大般若》讲什么呢？我也可是用一句话了。释迦牟尼佛讲了22年。所讲的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600卷大般若。那你要是真的明白了，不就自然放下了吗？你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了。一切放下之后，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对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业障还是重，在这个世间修行困难，这环境不好。换个地方，到极乐世界修行。极乐世界是个非常好的修行环境。什么障碍都没有。一切众缘通通具足。换地方吧。只要把这句佛号念好。佛菩萨、祖师大德教导我。只要念到功夫成片，这个我们可以做到。说四一心、理一心都不容易。为什么？四一心要断见思烦恼，理一心呢要破根本无明，这个太难了。所以善导大师，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中国古人都知道，我访问日本，访问韩国，我问他们那边的法师，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说有此一说。他们真相信，因为在唐朝时候，高丽跟日本派了很多留学生、出家人到中国来学习，其中有不少亲近智者大师、亲近善导大师。特别在日本，日本的善导寺很多，那善导寺就纪念善导大师，你一看善导寺那就是净宗法门。他们这个祖师的像很多，塑的像，画的像，到处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要学他了。他念念不忘老师啊。他寺庙里头有个大殿专门供祖师的。我们叫祖师殿。念念不忘老师。觉法就是对于法的认知，
认识、明了，也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表演的，那就究一切法了。你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根性不相同，不是一法了能够普度的。所以佛设立了许许多多的法门来接引众生真叫大开方便之门我们今天能够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宗教学说都是佛菩萨所开启的方便法门所以日本高僧中村康隆说，全世界的这个宗教的创始人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听了相信，一点都不怀疑。我去访问他，告诉我，那一天他的弟子桥本上人陪着我。我离开，他送我到大门口。那个时候，中村老和尚100岁，我跟他见面的时候100岁。所以他的弟子送我到门口，告诉我：“他说净空法师，我们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他今天怎么跟你说的？”所有宗教创始人呢，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32应嘛，应以什么身得度嘛，就现什么身嘛。这个不但是觉一切法了，知一切根，知一切众生的根性，什么样的根性，用什么方式来度啊？那么也许老和尚呢，知道我们这些年在这个国际上搞团结宗教，他没有反对，他说这句话鼓励我，非常难得。底下一句是能持说一切法故，你看你治法。法门无量誓愿学之法，这个法，诸位一定要知道它里面的含义。一切事出世间法全部包括在里头，一法不漏不仅仅是讲佛教的这些典籍这些方法，那就太小了。所以它包括了所有的宗教。它包括了所有的法界。这不止我们有个地球
宇宙太大了，所以遍法界虚空界。这个里面的一切法都能够通达了。这个就是觉悟啊，就通达。知道。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你看这个范围多大。这是真的。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怎么能跟法界虚空界里头一切众生感应大交？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说，不同维次的空间，科学家要肯定宇宙当中确实有不同维次的空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对，现在科学家肯定至少啊有10亿种不同维次空间存在。从理上讲，空间维次是无限的。那么我们也有这个学佛这么多年当中，又从灵媒里面透出的信息，有高维空间的信息，跟我们这个空间维次不一样的。月球里头有没有修行人？有。火星里头有没有修行人？有。太阳里头有没有修行人？也有。他们居住的地方我们看不见。有些信息它不是在那个月球的表面，是在月球里面。说的也好像蛮有那么一回事情。火星。这个木星。很早的时候也跟地球一样。遭过大的这个毁灭。遇到大灾难。那些人呢，人都到地心里面去了，到地底下去了。所以它也有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虽然它身居在星球的里面，它对于外面的信息是连通的。他没有障碍。而且每一个星球实在讲就像我们这个地球一样。我们这个地球五大洲。地理环境不相同。有寒带，有温带，有热带，生活方式不一样，言语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各个星球的时候也是如此。
那佛告诉我们，对于各个不同的这个不同根性的众生，要平等的尊重，不能任意破坏、扰乱，那就干扰他，那就错了。啊，这个意思是什么？看地球现在科技发达了，啊，我们这个发射了许许多多探测其他星球的这个卫星，这个东西对它都有干扰。如果在佛法上说的是，我们要探测哪一颗星球，一定要先跟他沟通，啊，要告诉他，要得到他的同意，啊，否则的话，啊，就干扰他们，啊，那么这也是一般的礼貌啊，这都我们不知道，啊，科学还没有发现，太空当中有这些信息。那么佛菩萨这些修行人，他们知道的确实丰富啊，比科学家丰富多了啊，能持能说，这就是佛法里面我们常常读到的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啊，持说一切法了。这是化身菩萨。啊，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化身菩萨已经见性。所有的空间维持全突破了。那么换话说回来，他的生活空间就大了。他生活空间是变法界虚空间。啊，是他们活动的空间。啊，我们人类到今天啊，得力于科技的发明，我们的空间扩大了。啊，你在古时候，不要说久，100年前，啊，100年前就有很多很多人出生在这个一个地方，一生都没有到个别那个县里面去，他的活动范围就这么一个地方，啊，就这一个县市，啊，交通不方便嘛。啊，资讯没有嘛？啊，现在科学技术啊，这个资讯发明之后，让我们活动的空间是一个地球。啊，到其他星球我们还没办法，我们到其他星球也未必不受欢迎。啊，这个要知道。啊，其他星球里面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还没发现。啊，有没有呢？肯定有。啊，这是佛经上告诉我们。只要有物质，物质是医报啊，医报从哪里？医报从珍宝来。啊，没有正报哪来的医报？啊，何况大乘经上常讲，医报随着正报转，境随心转。啊，
如果我们真正能体会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就晓得依报跟正报是永远分不开的。正报是精神现象，依报是物质现象。有物质现象，肯定得看有精神现象。就是那不同维次空间，我们看不到。所以这是能舍啊，能持，持是讲修持。说是演说，大乘经里面佛常常讲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是佛常常教导弟子，这两句话讲的太多了。你看金刚经经文不多，5000多字，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说了10几遍。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不可能重复这么多遍。凡是重复遍数多的，那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学佛怎么个学法？释迦牟尼佛一生所示现表演给我们看的，是不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真的49年，他所悟的啊，豁然开悟，明白了，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是受，受了之后永远不会失掉，这就是持。持是保持而不会失去。真正落实到生活，他做到了为人演说，做出来给人看。所以这个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身教，说呢是言教啊，身教胜于言教，这个要知道啊。佛菩萨教学有那么样殊胜的成就效果，那是什么？没有别的，身教。他做到了。他所悟的非常重要。我们虽然没有悟，我们听佛菩萨讲，听祖师大德讲，也有一点觉悟，也明白这些事情，我们叫解悟。我是听来的，他们是证悟，是自己亲证的。
差别在此地，这个差别很大了。可是我们解悟呢，真的能帮助我们行证。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我学佛实在讲呢，非常幸运。遇到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了。让我们正确认识佛法。它不是宗教，它不是迷信。我跟方先生学哲学。他肯定佛经是哲学。他统称为佛经哲学。而华严经呢，他特别提出来，佛经哲学概论。我接受，认真学习，学了58年了。你现在也问我，佛经里讲的什么？我把它分作5个科目。他讲伦理，伦理讲关系，讲得非常多，讲得非常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所有动物的关系，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人与各种不同维持空间生命的关系，这都属于人。关系知道之后，我们如何相处，这是道德。再给我们讲因果，因果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宇宙什么时候开始的？因果也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真的，一点都不假。再往上提升呢？哲学、科学。这5个科目都讲到究竟圆满，真是难得了。在这个时间，确实，古人讲的话没错，一点都不过分，稀有难逢。这么好的学问呢？遇到之后，真的，你真的认识了，就识货了，你会全心全力投注，来学这样东西。如果这一生，那你的缘非常殊胜的，你碰到净土，碰到净土。保证你一生圆满。你遇不到净土是不敢保证的。你跟佛法结了殊胜因缘，来生继续再来。那不知道多少生多少世啊。
啊，才能证果。但是遇到净宗的话，你真的认识了，啊，真的是这个一门深入，肯定你的一生证果。啊，你认识的越清楚，你放下的就越多。啊，你真的放下了，啊，把心安住在六字洪名当中，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啊，弥陀经上告诉我，要多求成就啊！若一日，若二日，若若七日，那都是真的，不假。啊，我们看到这个三天成就的唐朝时候，这圣净土圣贤录里面写，这里有盈科法师啊，念佛三天的，他那个念法了，就跟地藏经上婆罗门女一样。真干，三天三夜佛号没停，不吃饭不睡觉，啊，连水都不喝，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看这个本事，这个感应，啊，佛现前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保持住，十年之后，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你。因果法师告诉阿弥陀佛：“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提出这么一个要求，啊，阿弥陀佛也同意了。啊，他说：“好，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你。他欢喜了，门一打开，告诉大家，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我。这庙里的人对他的话不敢相信啊，为什么呢？他是个不守清规的和尚，是个破戒的和尚。那他为什么这样勇猛念这个念佛的时候成就？他怕堕地狱，所以说他相信因果，所以他自己想他自己。啊，我这个一生的时候出家，不守清规破戒，啊，照着这个戒经里面讲的，肯定堕阿鼻地狱。他恐惧啊，所以问这个同学们呢、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我，让我不堕地狱？啊，同学给一本往生传给他看，他看了之后非常感动，痛哭流涕，所以关起门就是求阿弥陀佛，啊，是知道自己要堕阿鼻地狱。啊，深信因果即法的道心啊，你看看三天就念来了，这个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造作罪业再多不怕，只要你真心忏悔，业障就消除了啊。三天之后真的往生，跟阿弥陀佛约定了啊！那一天扩诵的时候，他就向大家要求啊，求大家的时候这个念佛送他往生，那大家当然欢喜啊，看你真的是假的。念到不到一刻钟，他就告诉大众：“阿弥陀佛来了，我见了。”啊，跟大家告别，他就走了，没有生病。
这个文字，高僧传里头有，净土圣贤录里头有，往生传里头有，这不是假的。那么在现代，我还见了一个三天往生，这亲见的，我在美国，现在还有些同学记得还知道，周广大，他住在DC，就是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那么他开个面包店，他什么宗教都不相信，人非常好，很忠厚老成，是个很规矩的人，得了癌症，医生放弃治疗，大概说他寿命没多久，于是家里人到处什么求神问卜，怎么样来救他，以后就碰到我们在DC有一个佛教会，华府佛教会，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叫净土学院，正像是以后跟黄念祖居士遇到之后我们才接受黄老居士的这个建议，称净土学会，华府佛教会。那么佛教会有几个热心同学去帮他助念，看到他的样子没有办法，很不容易好，就劝他把念头放下，念佛求生净土。这个人就有善根，他一听他就欢喜，就接受。大家都帮他念佛，念佛说他不就感觉不痛了，他就跟他家里人，这个佛好好，我现在不疼痛，让他家人不要去找医生去求的治，通通来帮助助念。由佛教会的这个五六个居士，带着他们家的这个一家老少给他助念，三天真往生，走的时候也预知时至，佛来接引他。没有接触过佛教，什么宗教不信？三天。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正确，不错啊，不是假的。问题在你是不是真干？你像盈科的真干，周广大先生也是真干。这我们亲眼看到的，那我们自己求生极乐世界时间有没有？有，足够啊！这弥陀经讲的不错啊！一般念佛，我们在往生传上看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三年。我早年在台北讲经。曾经有个法师，这个法师也往生不在了，德荣法师，住在基隆。他曾经问过，他怀疑，这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念佛往生，很多都是三年，是不是他们寿命就刚好就到了？问这么个问题问我。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有那么巧啊！你说几个人，我们也去窥视你，这那么多人呢，绝对不是寿命到了，而是什么呢？而是他语言成熟了，他有寿命，就像盈科法师一样，他不要了，这才能讲得通。那么前年
深圳有个黄居士啊，30几岁，啊，他常常听我讲经，他就来做实验。他说我念3年，看看能不能走。啊，夏小丽给他护关，啊，他在那里闭关，一部阿弥陀这个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啊，专念，2年10个月，欲知时至走。你看3年还差2个月，真的不是假的呀、啊！啊，所以这些人呢，对我们来讲呢，是做证转，这三转法的，他来给我们做证据啊，他来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为人演说啊，啊，说了你不相信，他做出来你就相信了。啊，黄忠昌这个年轻人啊，你看多么殊胜啊，他能做得到，我们人人都能做得到啊。问题是真信切愿，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那么这些都是加持之所为，啊，最后所谓发起诸菩萨十种种，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底下一段呢，才是真正讲到啊，家的样子。啊，加持的样子，啊，那么我们明天接着再学习。